你说你这孩子上个大学呀、啊，非要到外省去，你跑那么远干什么？那学校好呀，那这两件我叠上啊。这怎么都是短袖的呀？你让我带这个干啥？北方冷得早，要不然你会冻死的。不是，这是夏天。听妈的话，没错。行吧行吧，电脑给我装上。我都跟你们玩了仨通宵了，你们打什么玩意儿？蘑菇，蘑菇没气了。蘑菇没气，蘑菇洗菜，蘑菇蘑菇，这个你不能拿。为什么？你带电脑啊，你就会玩游戏，这玩游戏会冻死的。不是妈，我是学设计的，我得用电脑画图啊。拿笔画。我用。哎。妈，我爸回来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呀！粉末性骨折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这个你更不能拿，这多危险呐、啊！安全第一。妈，我得玩啊！学着，学着了。哎呀，儿子，来，这个是你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该怎么花自己安排吧。啊，好嘞，谢谢爸。大王要不让是吧？四个尖儿，哎，一股走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包给你。你们玩的太凶了，一点都不刺激。想玩大的，你有钱吗？就是啊。哥哥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啊！走走走！大姐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！哎呦，可怜可怜我爸！来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大哥，给钱！哎，别打我了，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这有钱呐、啊，就会学坏。你上学那么远，爸妈不在你身边，这多危险呐、啊！我不去了，行了吧？孩子长大了，他要去经历他自己的痛苦和美好，怎么能做的呢？就是给他自由。该放手了。哎呦，快点快点啊！哎呦，陈翔，我真的赶不上了。应该没问题。等等等等，陈翔，你这有事没事啊？你给家里来个电话啊，记着啊。短，陈翔六点半。